萨迦正空上师讲，明辉一定有金刚护法的受记。因为作为一个明辉啊，他首先不知道的，但是一定有金刚护法上师本尊进到你的梦中，最基本上进到你的梦中跟你讲，你是明妃，你是空行母，有这样子的指示的，这个叫受记。在梦中给你受记，你是明妃，你是金空行母，这样子给你指点的，这个才叫明妃。金刚护法空行诸天出现在你的梦中，给你讲你是明妃，或者是上师本尊给你讲你是明妃，这才是。没有讲的，你自己讲你自己是明妃，那就不是。一定有受记，行者已认明金刚护法的受记。所以瑜伽士一定要先问你有没有受记，有受记的才是明辉，没有受记的不是明辉，这样子才不会有错误。有很多冒牌的明辉，也有很多冒牌的瑜伽士，全部都是冒牌的。如果没有金刚护法的受记，一定是假的明辉，会有大灾难发生。这个灾难也属于瑜伽士的，也可能属于明妃的，啊，就是这个样子。所以呢，你瑜伽士，真正的瑜伽士跟真正的明妃，这样子才能够相应的。没有空行母的受记，那不是的。没有本尊金刚护法上师的受记的都不是啊。更厉害的就是说，你已经会禅定了，禅定之中有金刚护法，有上师本尊啊给你受记，空行母给你受记，说你是明妃才是的。所以一定要相应，没有相应一定是不行的。